毛坡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我不听。你不听，你来看我来，来来看看我来。有人。你还想不想使劲了？你还想不想使劲了？你信不信我告诉你好大弟？抖音里的小娘子都把我逼得神魂颠倒的，你我老公太难了。男人的舔，妹妹的孕，谁是我的痴心人？没有老婆，想老婆，没有老婆多难过。老大哥，你行行好，把你老婆借给我，太难了。我的宝贝，我不是，我不是。哎呦，你再说不是，我老朱我就死，你老对我笑，不要这样，你就是我的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我的妈！好可爱呀，把这个已经太可爱了。娘子，既然你都给我跳了，我也想给你展现一段，可以吗？好，可以呀，可以。我给大家来上一段，我老朱来一首，最难睡的夜晚，好吗？难睡的夜晚，这是唱给我听的吗？不是，军港之夜。有人。会跳吗？会跳吗？是哪首歌呀？是军港之夜。军港之夜，我不知道你，我不知道能不能跳，让我听一下好不好？好。我要能跳，我等一下就跳。军港之夜。可以跳，可以跳。我把这歌合作一曲。观众兄弟们，谢谢大金哥哥，家人们，谢谢。给这个小培体的观众，跳舞非常好。您是专业的吧？我大学学的就是古典舞啊。哇！一直学的，但是我学的比较晚，我高中才开始学跳舞。我是因为这个舞蹈考了大学。哦，哇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你今天多大了？今天？哟，我又来，你又来。不是，我就想问一下，一旦一个女孩能跟你报年龄的话，这个女孩指定这一辈子她不会问过几个，问过几个吧，这个她只要不回答你，她心里就爱着你。有人，我18。哦，你撒谎！哎呦我的妈！你明明今天19，为什么说18呢？你骗我！你骗我！没什么区别。
开玩笑，兄弟们，人家人喜欢的话，可以要配一点点关注啊，点关注啊。谢谢谢谢八戒哥哥，我们家就是我们家人喜欢八戒哥哥的，可以给八戒哥哥点点关注。八戒哥哥人特别特别的好，特别特别喜欢八戒人。然后每次看播的时候，我要知道你去四川，我也去的，那喊我。你来，你明天坐飞机过来。我不敢去，我要去怕你。你来，你来，请你吃火锅，这边火锅特别好吃。火锅我家也有，我想娶媳妇。有人这边好吃。好的，那我走了，给妹子点点关注。谢谢八戒哥哥，特别特别好，感谢你。好的好的好的，我走了，宝贝。谢谢八戒哥哥，好好，谢谢您。走了，娘子。又对我笑，又调戏我，拜拜。谢谢八戒哥哥，感谢八家人，谢谢你们给我点的关注，欢迎你们来到直播间，感谢大家，喜欢的可以点一点我们左上角关注，给我们的就是家人们，给八家人，给家人们路过的朋友们点就是跳一支舞蹈，谢谢你们了，感谢。跳一支舞蹈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哦。